걸 간이도. evidence provided by counsel for the prosecution before, suspect McQueen is suspected of several transnational crime cases. 今天晚上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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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longer filing a plea. The court finds the defendant, McQueen, guilty. Objection. Each coin has two sides, right? By my research, the past two decades since McQueen founded the multinational company, the crime rate in Manila has fallen to its lowest level. I mean, in history. Your Honor, please don't listen to these sophistry. So, I maintain suspect McQueen, not guilty.发出去。
跟着走开！听见没有？跟着走开！就送我快递，送完就走。 查坤少爷，希娜和雷多炸死了老爷。先冲！妈的，想连我一块炸死？那个人通知所有人，撤！ 没事，跟着我。加油，警察！ 真扫兴，警察怎么来这么快？
东谷先生，您的视网膜浑浊变质以及虹膜受损已确定为不可逆。很遗憾，但作为医生，我必须得把实际情况告诉您，这样也对您负责。这事儿凭什么让我们负责？你们只负责印度押送，翻译局跟你们本来就没有关系。他就擅自带队进入法庭。 This complicates matters. 当时什么情况？法庭内部潜入两个疯子，当时情况有多紧急，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因为你作为副队长，非但没有第一时间给我汇报情况，还纵容东哥的判断完全符合当时的紧急情况。我承认我的擅离职守，愿意接受一切责罚。东哥，我。 还有什么我能做的？局长下命令就好。明天，在桃花山古墓进行战友缅怀，你是主要责任人，你得在场。爸。 Ready!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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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冲动易怒，意识失控，并伴随着严重的暴力倾向。我建议你们转到精神科做进一步检查，寻找能够让患者平静下来的象征事物。什么？神经病！我告诉你啊，别问神经病，你就不用负责了。你今天必须把我车给我赔。凭啥说我笨？你凭什么这么说？雅婷，你有病啊！雅婷，你的车我赔行吧？雅婷，你带你爸回家，快点。好，行。 你想吃什么？晚饭吃牛排怎么样？你想几分熟啊？蔬菜我看看啊，蔬菜有笋。 我昨天买的椰汁也挺新鲜的。要不煎个蛋？鸡蛋呢？我刚买的。
동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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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啊, 동아! 동아! 你怀疑我吗? 你说什么呢, 동아? 从特种情报部退时我就跟着你啊。 你干嘛架着设备监视我? 你以为我听不见电流调频的声音吗? 我这是在保护你和雅提的安全。 我不要你保护! 你现在觉得你安全了吗? 那帮人有多恐怖, 你比我清楚。 他们万一来找你寻仇, 你觉得你和雅提能够活下来吗? 我能保护好我女儿! 保护? 你这样你能保护得了雅提? 你连我一个瘸子都打不过, 你能保护得了谁? 放开我！放开我！我不放！我告诉你，在你振作之前，我哪儿都不去，我都一直守着你。 东哥，想想雅提，他会想看到你现在这样吗？ PC9527，到。跟我女儿说话不许凑那么近。是。你这个呢，就得多走走。啊，你把他兵力给我看一下。怎么样？哦，稍等一下。 阿Sir，这你都能接得住啊？真棒！这是什么球？哦，这是我拉琴练握力的弹力球。阿Sir，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阿Sir，接住了！ 来了，啊！我请你来是拜托你看家，我明天带雅提去马努拉参加交响乐比赛，顺便陪她结业旅行。哦，我拿冠军别忘了请我吃饭。不，等会儿，比赛的事先缓缓。东哥，嗯，你知道我在哪儿？我怎么那么不？ 不信呢！今天之内落入系统。是。 别吵吵！别吵吵！哎，你回去，回去！
曾替你的命召你，你是属于我的。赶紧，我是来跟你沟通转换监狱的事情。我知道你都已经来了第31次了。如果你愿意，请在这份同意书上签字。我不是不知道这个监狱里谁想杀我，我也不是不清楚换了监狱会发生什么。放直接一点，我不太明白你的直接是什么意思。你告诉扎坤，想杀我就自己来，我还没有办法给他老爹报仇。喜欢蓝的了，不是蓝色的。行了，我带你找座位去。放轻松点。Yes sir。我自己找得到，别以为我瞎了我就不中用了。你好好表现，我听得出来。知道啦。啊，对了。准备上场了，找什么呢？我谱子不见了，能背谱演奏吗？老师，我可以。你演成什么样，你自己心里清楚。那你的谱子现在在哪儿呢？好了，现在没有时间听你们两个扯皮，你拿琴上场。The next contestant is Yudo High School Orchestra from Valania. They will perform the second part of Symphony No. 2 in E minor, Op. 27. Thank you.
谁呀？哎，东哥，是我。你不会留信息吗？你让我出洋相了，你知道吗？你现在是不是在马努拉的西里亚省？我在陪雅提比赛。那个女疯子叫希娜，她就是马努拉人。那个疯婆子现在在哪儿？在牢里啊。哦，你也知道她在牢里啊？拜。不，东哥。玉德高中的同学集合，跟我走。雅婷，这边。雅婷，雅婷，玉德高中的学生吗？你认识雅婷吗？她是我女儿，我找不到她。你干什么呀？你自己找不到女儿，对我们凶什么呀？干什么？虽然被回中了，但我们警方基本能确认。哎，哎，走啊！慢点。可能是我女儿，我女儿学了10年小提琴，她的左手指尖都是后茧，她这具尸体没有。口罩随身物品，你女儿是拉提琴的是吧？包里还携带着松香，这些东西都在，怎么可能不是你女儿？她不是，她不是我女儿。哎，你要冷静。她不是我女儿，要帮我。冷静点，不行，要帮我，要帮我。我要去找我女儿！别动！放开我！放开我！前走，快点！
子！通知所有人去查他的下落，三天内必须要看到希娜的尸体躺在这儿。是。少爷，新一批货到了。蓝曼探长，嗯，你真的打算放他走了？女儿没有了，反应过激也是人之常情。你看，他资料里写着还有狂躁症病史。别刺激他了，再说我们局里有那么多的案子，哪有空管他这个外国人？以后联系一下边境局送回去，这就对了嘛。现在你那么配合，西京的事情呢，我就不起诉你了。走吧，你女儿的衣物迟些会给你寄过去，到付啊。今天谁开车？哎呀，他人呢？应该快到了吧。对不起，我不能走，我女儿还没死，我要找到她。你要去哪儿？去个安全的地方。你看不见吗？你别废话，开车。伤害你的，只要你配合我。你叫东谷对吗？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在警局档案看过你的资料，我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你帮不了我。我能肯定，在海边的那个女尸不是你的女儿。你说什么？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很庞大的犯罪组织，快点！他们其中一个赚钱的生意就是利用暗网交易女人质，而且他们会用被毁容的尸体调包失踪的漂亮女孩，让警局趁早结案，这是惯用伎俩。你了解这个组织？警局里面有太多人被他们收买了，而且他们会除掉那些不配合的警察。我老公就是查他们的时候被害死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合作。我不信任你。可是你已经没有可信任的人了。和我说说你了解多少。我知道有一个负责组织运输的人叫龙王，女人质要被送出境肯定要经过他。他们的据点在哪儿？西里亚区大河区的一个寺庙里，但就凭我们俩，
肯定进不去。我有一个计划，但需要你配合。什么主意？我把你卖进去。可以。你叫什么名字？阿雅。你以前也是警察？我现在只是一名父亲。上车。这边的人贩子要去神庙销赃，会把车开到指定位置，然后在车顶上放一瓶饮料。哦，兄弟，大晚上戴墨镜啊，看得见吗你？货呢？带个路吧。小伙子，坐。你是龙王？是或不是，又有什么关系呢？让他们忙他们的去吧。你呢？看相还是摸骨？前半生顺风顺水，中年已遭大劫，后半生怕是要孤独终老啊。一手老茧，打打杀杀的事儿没少干吧？眼睛瞎了，应该也是遭的报应吧。说吧，想问什么？我在找人，找我女儿。女儿丢了，自己还干着这档子事儿，还是多为自己求夫消灾好了。四声，倒是难得。行了，拿了钱走吧。别往西，走前路，无需埋怨，无需诉。带进去。你等等，我知道你还会带人再来的。初次见面，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哎呦，这么狼狈啊！
我们好久不见了吧？怎么了？想我呀？我要谢谢你哦。当初要不是你男人。小子，你要是再往前走，估计还没见到你女儿自己就先断气了。要不这样好了，你替我去淹死她，我再放你去救你女儿，好吧？对了，已经480万美金了，停了吧？什么？我说把拍卖停了。是。怎么那么卖力啊？你还想被卖掉吗？线上买家是我们家突然断电了，告诉他们明天拍卖继续，把他的价格给我提高到600万，我陪你玩，明天我们继续。
我把拍卖会停了。你那边怎么那么巧啊？小事情，我换个地方跟你说。瞎子把我奶奶打晕了，正要送医院呢。等，瞎子，啊，还会打人？太子，又发现什么好货了吧？我说你也别老掐断拍卖会啊，这让我们下面生意很难做的。你他妈是不是忘了谁让你当上龙王的？我他妈让你坐这个位置，不是让你教我怎么做生意。你猜我抓到谁了？抓！我早就说不见到你，今天要杀了。哦，太子，马上。哎，我这信号不好，就先挂掉了。不，你把这个房子给我砸了！
是不是？我没听把那么多人，我哪知道哪个是你女儿啊？我很累的，我没什么耐心了。我送，本来的女的都会被送到扎坤那，但是最后送到哪？只有金刚才知道啊。金刚，魏金刚。 是扎坤那边的人，对，他以前跟着麦坤的，他身上有一个坐标接收器，买家会直接把交易地址发给他的。要不然这样好吧，说不定女儿还没被卖出去呢。你把我放了，我可以配合你一起把女儿找到，好吗？你觉得我们能信你啊？金刚在哪儿？你们别帮你了。 警察，救命啊！杀人犯！瞎子，快开门！听见了没有？我老公就是被他们害死的。 老太婆，你就不放了？再不出来，我就关门了！快点起来！先去找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去查一下金刚这人。快快，你们几个把门给我转开！这边，瞎子，有搜，是。 团长，怎么说？给那个瞎子发个通缉令，这下我们要发了。我家有点乱，别介意。 东西腐烂了。其实我也好几天没回家了，上次吃的东西忘了，没收拾。那他还有什么特征吗？他是瞎子，瞎子怎么犯的？瞎子怎么就不能？就是他，瞎子。我在此待了很长时间，这个金发美女一定要发现他的踪迹，请立刻出警。 要救女儿，得先好好的活着。我得先帮你止血。 电话不是被你砸了吗？你有代替电话的东西吗？只有一个老式警用频道。报警吗？行吧，你慢慢弄，我去冲一下。 Thank you.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没事，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教你啊，你走，我教你，我教你。想到怎么找金刚了吗？阿坤，金刚哥，我说来早了吧？哎呦，我那拍卖会还有半天没弄完呢。龙王被那昏婆子干死了，你不知道？我他妈早就说过，叫他俩就直接给我杀了！告诉扎坤，龙王已经被我弄死了，下一个轮到他，要么你来找我。金刚哥，不，金刚叔，金刚叔，金刚兄，你也听到了，他要过来杀我，我现在只有你，你不能走啊，金刚叔，你救我。刚，你的家人扎坤少爷说，先帮你照顾着，等你好消息。至今我都联系不上，帮个忙不行吗？说不回复，我在马陇那十六院上，龙江大厦1603。东哥，东哥，你那边什么情况？东哥，破获了本世界最大的毒品案件，佳佳，这个升官发财的前夜，第一时间想到的人只有你。啊，哎呀，你找谁啊？我那个，我不对啊，难道？
早就听说昏婆子找了个瞎子帮忙啊，应该就是你吧？你是金刚，我这要找你。 你这小子胆子真的蛮大的，还敢胡！
们玩的挺嗨呀。我是喇嘛，那个找女儿的瞎子，他杀了我们局里唯一一个女人，唯一一个女妓啊，呼叫声援，呼叫声援啊。是这里吗？是这里吗？就这里。我女儿在哪？没送去拍卖会的女人都在这里啊。愣着干嘛？逃啊！雅婷，雅婷。别跟我玩花样，我女儿呢？我不知道。说，不在这里，就在拍卖会。现在可能已经什么？我们刚从龙王那儿杀出来，要是被卖出境，肯定得清破他。那只能在扎坤那里，他还有半场拍卖会，就在明晚。拍卖会在哪里？说。扎坤可比你惨很多了，杀了我比较快，瞎子。哎呀！说，扎坤在哪？把押金还给我。这个也能够救吗？啊！我是维拉尼亚国代米安省特警部队信息部官员，经由大使馆许可，和贵方协调遣返事宜。遣返谁？东谷。那个瞎子，他不仅之前拒不配合我们的遣返工作，目前还涉嫌参与堕妻的谋杀案，我们暂时无法合作。探长，有人报案，他说刚从人贩子那逃出来。那个谁，跟他做个笔录。去去去去。散会啊！瞎子，要不你给我个痛快？你有女儿，我有家人，我要是说了，扎坤不会放过他们的。你都问了他一个晚上了，居然什么都没问出来。我教你扎进去，没受过训练的人根本扛不住。不是警察，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龙王？可凶器明明就在你手里呀！那个家根本就不是你的，家里的味道是尸臭味。对，阿雅的尸体就在衣柜里。你还用他做了个陷阱呢。黑金刚也是你引过来的。我不找他过来，等你得找到水手。这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一到房间就制造了各种声音干扰，但你低估了我的听力。龙王已经被我弄死了，厉害啊！你的所有行为根本就没有一点像个警察。那你呢？有哪一点像个警察？袭警、杀人、虐待囚犯、公然对抗司法程序，
现在的你和我有什么不一样？我跟你不一样，我要救我女儿。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跟着我？为什么？从这一刻起，你的每一次呼吸都是我的礼物。等我，等我！怪不得他们叫你疯婆子，你是希娜。龙哥，你果然出来了。我记得你，你的腿是被我老公踩断的。东哥，你怎么跟他在一起？跟我回去。赵雅缇的事儿交给我。雅缇。便宜你了，狗东西！现在知道扎坤在哪儿的人只有我了。我给你做个选择吧，东姑，杀了那个瘸子，我帮你找女儿；要么让他把我也杀了。东哥，别信他！撕了！抬出去求救啊！这是你第三次想杀我了。你一直都知道啊。只是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动手。救完女儿，你就没命了，雅缇就成孤儿了。至少比现在强。那倒真不一定。我小时候被我爸卖给了金三角的宋帕将军，给他当童子军，后来又成了杀手。我没有自杀的权利，但当时我就有了最想杀掉的人。杀的第一个人是你的父亲，对吗？如果你女儿变成和我一样的人，你还会救她吗？会。我真希望有一个你这样的爸爸。这几年玩的不错哎，我马马虎虎吧，等着。这些事啊，张坤掌事，我都不太好出。但是呢，就凭我们两个的交情，我可以给你打个折。那是当然，当年要不是你做中间人，乃坤也不会把我从宋帕那里买出来。我念你这份情，洒洒水了。哦，你这个朋友是个瞎子、啊。
瞎子还挖墙？喂，瞎子！五米之内没有问题，你其他的球我也要了。哈林说，扎坤最近有没有在你这买什么？扎坤啊，哦，他买的玩意口碑太露。你自己挑啊。不挑了，全都要了。全都要？哦，那很贵的哦。没关系，反正我也没打算给。
那谁，律师，老周，赶紧叫人。 找了这么久啊！希娜，你做了什么？我把你女儿吊在了房顶，只要我松开手里的锁链，你女儿就会掉下来，摔死。有什么你冲我来？杀你一个瞎子也太便宜你了。东谷，你还记得我老公是怎么死的吗？我要你也尝尝。 我当年失去亲人的绝望！你尽管开枪，我知道你枪法很准。
明哥。 黑进了金刚的手机，在定位找到你们。亚婷，去找拆弹工具。 当越警察，我还没怪你，这一刀差点把我送走了。带下去，带走，带走，走。爸，爸，哈哈，还好有些瞎子，空军想救，这又是你干的，行，这回套不了了。 赶紧想清楚那件事情要怎么跟我爸说。行，我知道了。你别忘了，别到时候时间。知道了，知道了。哎，回来，这边。加速，机械有效，罗光，刚刚的事件，新北大马探长以雷霆手段制裁。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采访一下他们探长。大马探长，请问您这次和乌兰别盲人合作？盲人，哪个盲人？瞎子，哪个瞎子？救命啊！我操，帕 Sir，怎么样？怎么样？你还遵守人家规定没有啊？我没事。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要好好听阿云说的话啊！哎，我说，哎，东哥，我已经跟上头申请，重新审理你的案件了，估计马上就要好消息了。你行了，阿三怎么样？饭好不好吃？每天有没有牛奶？有没有鸡蛋？有没有水果？我怎么感觉你都瘦了呢？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学校新来女老师可漂亮了，回来我介绍你们认识啊。3、2、1，开始。还没入组之前，我自己看到剧本，可能会蛮轻松的，会有替身啊。1、2、3。还有会加上特效，结果完全不是，每个镜头都是导演要我上。可以加点前面，这是金刚。就准备要打那个，就知道金刚这个，刚才过了一手之后，知道这一队就是肉搏战，跑不出去的那种。金刚，我要找你。1、2、3，boom！来，我们开心了，我们开心了。